IG 上单多少分？宗师409，惹赛，惹赛，谁先进？你先进。干！辅助先进。有没有扫描啊？扫描都不带就进行野区玩呢？我走。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。蓝波应该是红开，我估计。他们刚才好像在这个位置。青钢影，싸우면서얻는법이지。青钢影，闪现青钢影。第一波有点小亏，哎呀，我这干嘛呀？擦个眼，哎呀，开始是魔法盾了啊。推进去了也行吧，这一波我们就不打了，开始他小优了，把药吃了吧，这药不吃也没什么意义。18个兵，这里头有眼。嗯，想踹我，他这在等什么？在等帮我赶客吗？看来不是啊，看来他没有在等我帮我赶客。为啥不吃饼干啊？饼干才5块，那饼干满血吃的干啥呀？这好快的脚，啊，我看着了。我这把物理伤害都没有多少，先卡砸，再吃个饼干。不打了，回家了。你传不？
你不传，我也不传。啊，你不传，我也不传。那なんでな中国人。哎，伤害这个第一，哎，青钢影的钱比我多一些呀，是因为比我多补了几个兵吗？哎，我这把对他造成最高的伤害是魔法伤害巨人啊！小龙，我们家先拿下。这就说明啥呢？这就说明我们根本就没跟他 A 过，都没跟他打过架，只 E 过他，盾刷的都魔法伤害。抽他一下。干是不干呢？干我就干，不干就拉倒。那打个八分钟000，哎，这把简直了。First blood。喜欢你，二换二，二换三，赚了，蛤蟆还没来 ，push。这帮炮车是扛不住的，我的线儿反正是不是很好。这么难杀吗？这些人怎么？这些人怎么这么难杀？真是有点难杀呀！哎呀，我操他妈这两脚！
모든 자에게 기회가 있을지. 그게 전부야? 여기 빠지네. 啥意思？他想踹我一脚，然后拉走是吧？想法是挺好。那么的那缺不缺？我们俩就是你农我农，你农完我农，我农完你农，互农。我们是两个果农，回家了。青钢影没事，这波推的慢，来个布甲还出门。推不过来，应该正好兵线卡在这里。这波下路如果打起来啊，蓝波没出现，很有可能就是来我们这儿了。阿古里汤也死了。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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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哥哥呀，给给，真难呐，给给。完了，下路还死了。那我上路死就死了呗，你下路不能死。这波就很亏了，那卡莎自己傻逼死了。这波会出现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我们跟全钢影差距拉开的有点大了，他吃我塔皮吃了我两，吃了我三层。第二，下路拉开差距了。把红打了去。反正这红也没人要。拿红回血。给我 W 的，我没死。哎呦呦呦呦！哎呀，给我烫死了。这人是真多。哇！难死啊！哎呦，我 A 死了！我把上路塔拔了。打峡谷吧，可以。
马峡谷打完走。有病是吧？太对。追呀、啊，死追！啊，必死！这把兄弟们，这把是运赢局儿，不是靠运气来赢的。这把是给对面运赢死的。为什么运赢局儿？因为都在刷的情况下，我们家蛤子控了三条龙，两条龙，两个峡谷。而对面的蓝魔啥也没控下来，给对面给运营了，对吧？牛，回家了。一手扎实的阵容，加上我们家的运营。这把我的挺好，我不行，我跟他青钢影，其实我线上自己就是我自身就让他压了，就是我耗，我没耗过人家，我在线上我跟人打就有点费劲，有压力。青钢影多我三十个兵呢，三十个兵相当于杀我一回，但我没死啊。一克，啊！战场的化身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。吃他们家点野。这波过后，我们跟青钢影就没有任何，没有任何劣势了。我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兵都给补回来了，他去中路支援一波，我们直接回血，回了一波血，直接瞬间我们就补回来了。他这个装备，我不知道他要干嘛，他也不想当一个前排。他就想打个区区，咖喱奥十四级，他怎么等级这么高啊？为什么这峡谷巅峰放成这个样子？等第四条小龙。AD 收中线，我们收上线。
我跟他直接放 R 杀他不合适啊，我们的大招比他的大招有用。不行就杀锤石，追深了，追深了，追深了，不着急追。阵型得好啊，哎，先打个闪就好了，打两个闪血赚的。只是我觉得我打他们两个闪啥也没捞着，你知道吧，我有点不服气。我们就追着波比啊，我只能在蓝波大里边洗澡了，我说实话。哇操 ADC 太猛了， ADC 投降了。什么东西？嘎啦，嘎啦！这波是嘎啦。